幾爽啊！真係呢度係嗰個綠光森林呢個酒店，朝早有著咩陽光。綠光森林，有泳衣的就穿好，到时候 到岛上就直接把小外套脱了就去玩啊。坐沙滩拖，坐船呢、啊？上船过咗55岁，要签咗先就可以上船。老头坐在后面，对吧？年纪大的人不能坐啊，年轻人坐前面。哎呀！到了这个象牙岛，象牙岛，象牙岛啊，呢度叫做啊，只只唔同色噶，招财招财进宝啊，吉祥如意啊。接下来第二个项目深海潜水，深海潜水呢是穿个潜水服，然后背一个氧气筒潜到海底下。水晶晶啊，但我们象牙岛那边不要求你会游泳啊，也不要求潜水证。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会呼吸就可以去玩，会不会？嗨象牙岛。哎，姐姐，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好，我笑累了。好累了。居然在这里落水了。游完水晒太阳先。喂，打个招呼喂。嗨。咕咕咕咕。挺靓嘅呢只，啲色水。Hello，Hello， 哥哥啊，哥哥，你同佢哥哥，哥哥，佢觉得你好烦。系啊。哇，佢个鸡冠真系好靓，啊，好得意啊！阿东啊，收埋个头啊！佢系咩啊？系怕丑啊？怕丑收埋个头。你又叫一下啦，立体声，立体声啊，都唔系朝头早起身叫啊，而家晏昼嚟噶嘛。而家离开呢个象牙岛，芒果糯米粉正，正，哇！原来是这样坐法，你看食草草，你看好得意啊，你看好搞笑啊，真的很可爱的大笨象。Fraska and BBQ， 去吃 BBQ， 欧多啊吃 BBQ， 得啦，我知道知道知道。虾，虾，
你唔掂我嚟。掂下啲山蝦嚟食。係好啊。好玩啊？係咪好玩？好嘢喎，真係得喎。喐都唔敢喐啊！啊，佢又唔係好生啱跳。哎，跳咗落地啦，已經。犀利。妈咪，你做东西。放。哇，嗰啲生虾咁跳啊！点啊点啊！哇哇哇！喂喂，放。咁快窿咗喎。系咯，好快窿噶咋？即系煮啊！即刻煮啊！哇，酒店好靓喎。住两晚啦，呢度。